嚟到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嘅后台，喺我身边有新力军银奖女歌手 Nancy，Nancy 你好，你好，而家嘅心情平复翻啲未啊？平复翻啲噶啦。头先喺台上面有冇好紧张？比你预期嘅更加紧张啊？定系诶都 OK？ 好似都 OK， 因为原来我估唔到系唔系太望到啲人嘅，所以就好似反而即系冇咁紧张，系少啲 nervous。咁头先咧未必望到啲人啦，但系喺呢个镜头咧，你可以望住嗰度多谢一啲。头先可能多谢楼或者未多谢晒嘅人，有机会啦，对住佢哋讲啦。多谢我啲 fans 啦，我头先唔记得咗讲。咁跟住多谢就系公司所有帮过我嘅同事，同埋指点过我嘅人。同埋屋企人呢？系多谢屋企人，多谢朋友，多谢佢哋一直鼓励我、相信我同埋支持我。恭喜曬你啊 ，Nancy！ 咁出年繼續多多努力，多謝 Nancy。